地铁车厢门一开，等待上车的民众蜂拥而上，车厢内外被挤得水泄不通。南韩京畿道金浦市贯穿全市的金浦地铁，因为线路故障导致列车停摆，延误时间超过90分钟。原本就因为人潮拥挤被称作地狱线的金浦地铁再度引发民怨，只是地铁故障非人为疏失，不排除与天气有关。아직장애원인은정확히파악되지않았지만업계관계자들은열차의경우갑작스런기온하강이문제의원인일수있다고설명하고있습니다气温骤降影响交通，不止京浦地铁，首尔地铁一号线也传出列车误点，京畿道龙仁轻轨更直接停在轨道上，后置故障无法前进。由于属于自动驾驶车辆，旅客还得在狂风低温中等待救援。超强寒流席卷南韩，各地气温持续溜滑梯。18号江原道铁原郡气温降至-21.2度，创下今年入冬以来南韩最低温纪录。冷风阵阵，体感温度甚至掉到-33度，湖泊瀑布全被冰封。只是寒流来袭之际，京畿道却有500户住家突然停电，暖气无法使用。当地咖啡店仓库更惨遭祝融，消防队到场抢救，却发现消防栓已经被冻到结冰，花了至少7小时才控制火势，损失超过10亿韩元。天气寒冷，暖气使用频繁，容易导致火灾。美军驻光州基地也传出福利社发生火警。北极冷空气南下，东北亚极冻，不止南韩，日本北海道也降下大雪。24小时积雪量超过100公分，高速公路路况不佳 ，JR 北海道部分列车停运一天，流氓市中小学也宣布停课一天。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